下班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川哥，下班回来洗完澡，今天晚上就来吃大闸蟹哟。这是儿子买的，花了240块钱。他买的八只，10只公的，10只母的，个头好大哟。这种是公的吧？公的4两，母的3两，买成240，我要说他一顿。洗点折耳根。红烧西红柿煮好了，我现在来把大闸蟹蒸起来。他在你这里蒸啊？是啊，这里跟须须太多了。那封住了好多天了？20天了。哎，再住两天休息了。要的吧。蒸了8分钟了，大家说蒸大闸蟹要蒸多少分钟？哇，好香哦！大闸蟹蒸好了哦，满满的一盘哦。吃饭了哦，大闸蟹先来一个，八色蒸起，放一个大钳子。好，那个螃蟹我们还不怎么会吃，多少肉都浪费了，儿子买回来呀，我还说了他一顿。你是不会吃啊？那头的肉啊，多香呢！你瞧我啷个吃嘛？你慢慢弄那牙齿去扎嘛，慢慢往前头，还不是就出来了？我看你啷个吃？啊？哦，这样子啊？啊，就是个别味道没得了。笨，这个螃蟹都吃不来。现在吃里面的好东西，蟹黄，那是最营养的哦。哇，看看，对吧？吃螃蟹，喝点红烧稀饭，再配上折耳根，那就安逸了。嘎嘣脆呀！折耳根可能有很多人吃不习惯，吃不来哈。像北方的人呢，他就不爱喝这个。我们南方的人，特别是我们四川人，最喜欢吃这个折耳根了，多脆的。再来个大闸蟹，像我们那个月呀，跟川嫂两个还是6号休息的，连续煮了20来天了，还是厉害哟。辛苦了吧，所以还是要吃好的哈。这是个公的啊，大家说这是个公的还是母的？我说是个公的。你那是个母的。管了母的公的。哎呦，我吃螃蟹吃我，你看吧。然后到底吃起来吃了，你看看。好，嘴一把还吃痛了。慢点那个。
在这阳台上吃饭呢，还是多舒服的，可以看外面的风景。你看，我跟川少两个吃的好搭对了。那个螃蟹吃起来是香，就是有点麻烦哈。你个人享受不来耶，现在福建那么多人，都舍不得买，你看了。是啊。现在拿大麦粒一吃，你还享受不来？你自己一个人去吃那个肥大片喽。嗯喜欢喝起安逸哦，肚子也吃饱了。这段时间连续的干活路啊，是有点累。吃完了早点休息。好，视频就录在这里，再见，拜拜了。哎，这个拜拜，跟大家拜拜。